第二组游戏的任务，我们是挤奶，挤奶。每人一个瓶子，我们三个人轮流去挤奶，每人一分钟，一人一杯，三个人的总和超过300毫升，我们加一块垫子，400毫升两块，500毫升三块垫子。不是不是，我是觉得不太合适，不太合适。不不不，不行不行，这不能随便碰摸。桌子，这太难了吧！现在，那就练一练了。我是白羊座，行，多给我一点奶吧，别断呐。他已经好像没有多少了，那就可一个好。这个怎么很难？不给你挤，完了生气了。你才不会等我吧？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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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轻点，人家给人挤疼了。对不起对不起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哟，小白可享受了，你不知道。对，你慢点走。哎呦！我要的不是这个，你。哎呦！这个估计这400毫升都有。你给人吓尿了。五。你先这么打，你给你分我点儿。小白没时间。老乡，我们成功了。啊，终于成功了！我的妈呀，太不容易了。好难啊！怎样？来，搬，快！来，来，再快一点！1、2、3，这么多块，来，走，来，再来一块。好，这样是那么快呀、啊？你以为我没搬过？啊！OK， 来，准备好了吗？来喽！等一下，哎，这榴莲放这儿就行是吧？嗯。来，三，诸葛小白军狗，我相信你们啊！好，一，相信我。下雨了，圈吧，没错吧？我觉得好可怕。没错吧？好可怕。为什么这么大的太阳还会？不是，我听到我怎么只有两个字了？贱！因为那个真的太难了。也不用拿，把垫子拿走啊。我们俩多少挤出来一点点。他是一滴都没有挤出来，这个一滴都没有挤出来。那是他把人家的屎跟尿都挤出来了，但奶一滴都没有，奶一滴都没有。啊，那我下一个我上去怎么？下一个你，李小白，好，战斗吧，我们战斗吧，这期就到这为止了。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。